新上任的院长，Ohashi Hitachi Hitachi， 大家晚上好。Hitachi， 更多职业。挑战模式就很难了，还好啊，我们今天就是玩那个啊，一般模式啊。皮克秀 ，Hello， 小郑一段没声音，版权问题，那个没办法，它就是会被消音，我已经试很多次了，它就是会被消音，那个没有救了嘞，无救了，无救了，没有救了。96乘以96，这是应该玩大一点的地图吧？看能不能玩大一点的比较好玩一点。Security Man， Security Man， 日本人民，日本人民。有工商吗？没工商不想看。没有。等重开一下游戏。到年末都没工商啊，这年末休息一下啦，休息一下。很累耶、欸、今年也是很忙啊，忙了一年啊。对不对？休息一下吧。阿伟，阿伟，工商那么多了，休息一下吧。阿伟啊，哦哟，都你啦。过年开始要滴血了。动刀赚钱哦，我也觉得动刀赚钱赚很大、欸、很爽、啊、对不对？超爽。烦呢、欸，哦哟，挑战模式应该不用吧？我这个挑战模式我觉得还好，我们可以考虑直接玩那个啊，大型医院，他的医院居然是这个样子的、欸，好像每个部门都分开这样。对啊，这个也是蛮酷的，那急诊部门这样分开，只有大的可以这样玩吧？小医院就只能走那个门诊。对啊，你看，他这还可以在里面盖这个、欸，哎，超帅的，要怎么弄呢？没有了，我们要搞大型医院了。大型医院最大的那一种空白地图吧。DLC， 我、哦、还有 DLC 耶，酷哦！感染性疾病，解锁所有部门，建造免费。哎、欸，这怎么叫地图？哦，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一样的啦，吓我一跳。自己盖比较有感觉哦，对啊，情境也蛮好玩的，是吗？今天下午家里面吵起来，你觉得要不要先回家、啊？今天下午家里吵起来，老大，你觉得我现在要不要回家啊 ？OTC cry，OTC cry。我觉得家还是得回的吧，除非你已经确定你打算要那个啦。打算要直接出去独立了、嗯、自己独立自主了。可以偷割器官来卖吗？不行啦，没有这种设计啦。好啦，哦呦，这好大哦、喔、欸靠，超大欸，比我那个大太多了，我那时候原本这样子而已吧。54个月啦、嗯、今天可以54我吗？54你了。
感谢你的订阅，